了。有句老话叫“你梦初醒，热面茶”。芝麻干姜走西家，就是形容那个老北京吃的面茶这样东西。以前它是那个下午的点心，现在呢又变成早点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去尝一下这个面茶，还有上次喝那个豆汁儿觉得很好喝，所以今天又来尝试一下。这不是我们今天最主要要来，你们可以先不用管我，你得喝吧，你不敢吗？就是慢一点。加油加油 ！So great！ 哦、oh. ，你说的对，它就是有泡菜的味道，是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酸菜汁？但是它酸菜汁，酸菜汁，但是它有，就是你喝到那个酸菜以后，之后还有一点，就是甜，啊，有一点点甜，可能，嗯，这个有点稠，真的，有点像粥。哦，粥，闻起来像泡菜，真的。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哈哈哈表情很狰狞。怎么样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对，就是那个蒜菜汁的味道，但是呢，比我喝过的好，要轻一点。对对，要柔一点，也没有那么臭，没有那么，没那么臭，也没有那么重的味道。对对对，对它不臭。那、no, 我第一次喝的很臭那个，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还算是不错啊，这可以喝完的，没问题。这是是不是油条？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焦圈，这焦圈，这个它炸的是焦，就是 crispy 啊、uh-huh. ，就是很脆。然后呢，一般你要吃它再喝它的话，因为它会甜。那可以放在它里面，可以就是点它。嗯，它一般就是你要咀嚼它，嚼它啊， uh-huh. 嚼它以后呢，你嘴里就会有一种那个脆脆的口感，对，脆脆口感，然后有点油。Uh-huh. 然后你在喝这个豆汁的时候就没有那个那么酸。啊哈，好 ，OK。你来一下，我来，我来个面茶得了。我来个面茶，不要这样吗？你都到这儿了，来个面茶，我实在是没有勇气试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个是，那、啊、你也来一下。这个面茶还是很面茶，就是感觉很黏，很黏，哎，黏一个勺，有一点黏，谢谢，有一点点黏，但是这是两个吧，这两个，嗯、来吧。他们家的面茶我觉得还挺好喝，就是因为，哎，就是你喝，就是有一种沙沙的口感，外面好像芝麻酱是吧？但是芝麻酱加了一点香油，就是光是芝麻酱就是有点太稠了，这样的话就是稀释一下，又不怎么样？怎么这个也无法忍受吗？嘴里面没有口水了，被稀释干净了，这是。很干，也有点咸，可能我但是很，它的口感还是挺重的，是不是？嗯、挺香的。对对对对对，很香的。这个但是可能我吃的是就很咸，可能有咸。你因为你吃的太上边了，你吃下边的。哎，不过你中文这么好，啊，这中文超好的。没有。但是以前北京只有下午才卖，叫 afternoon dessert， 这个吗 ？Yeah。OK， 就是所以这个不是早饭。现在可以当早饭了，但以前没有。最早的时候，在清朝的时候，里边会加牛奶，加一点牛奶。清朝牛奶我觉得可能还不错，对，加牛奶可能会更口感更好，更好一些。然后还有加那个姜干姜汁儿，然后以前是不用勺子的，是这么喝。嗯，再来，完全放下了偶像包袱的感觉。嗯，啊，厉害！我喝来挺香，挺香。过来。杨哥，你试一下，就一口，一口你就爱上了，一口吧，我来。我之前也是，我给你看，我真是觉得来，这还是热的，有一点热，没事的，不烫，热的，热的话，我觉得更好喝，你别闻，你喝，你别闻，你憋着气儿喝一口，加油，哎。可以，哎，这个呢？这是烧饼，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加这个？啊 ，OK， 可以烧饼加焦圈，烧饼加焦圈和咸菜。呜、哦，你看，对，里边就那个热气，麻酱烧饼，棒了。嗯，这是芝麻酱烧饼，然后就这样。芝麻，哦，来，然后加一点那个叫什么？焦圈，焦圈，焦圈，焦圈。刚才我看有人还往里边塞了一个鸡蛋。哎，
塞了一个茶鸡蛋。哦，茶鸡蛋，在它里面。对，他是地道的老北京人，是吗？对，所以他才来这些地方。我是胡同串的，就我小时候就在这个胡同长大的。啊哈，嗯，所以你要想吃就类似这种的，可以找我啊。OK OK。这个就是很浓的那个麻酱的香味和芝麻的香味，然后它又比较热，然后有一点脆，对，很多，那就不一样的口感，对，不一样口感，有点脆，就这个还是冷的，就是要有酱牛肉就更好了，是不是？应该知道什么名字这个 ？Burger， 汉堡，啊，这不错哎，这个，是吧？这不错，你也蘸了一下，你蘸一下豆汁儿，真的还不错，暗黑料理大比拼吧。你们这些简直了，可以你试一下这个，很好吃，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大家就这个吧。面茶，不错，因为多了那个咸的椒盐的味道，哇，这口感太丰富了，有层次感，有层次。因为他们家的那个麻酱不错，而且他这个你看那个烧饼，他这个层数特别多，很多层。他做的时候是一层抹一，就是一层抹麻酱，然后翻过来一层抹麻酱，是吗？每一层都有，每一层上面都有。这个呢，你尝尝。OK， 一点凉都不够。豆面丸子，那个是什么？豆面丸子，丸子，豆面，我可以拿过去。你喝豆脑吧。我觉得你说的儿化音都蛮标准的。儿化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这个就是勾了芡，所以才会像有点像 gel， 它勾芡了。这个，所以它质地会像这样。然后一般的这个汤里边本来没有，他们家是比较特别的做法。然后这个丸子呢，里面有那个粉条，还有肉对吧？没有肉，没有肉吗？应该没有。No meat。它味道就是，我认识这个味道，我已经吃过，但是说不出来。说不出来吗？我尝尝。你试一下吧。我来你吧。就是，你把你姐们的饭都吃了。你为什么打卤面？就是那口感会面面有打卤的味道啊，因为它里边有木耳，打卤的、有蒜味儿，有蒜，有木耳，有黄花，所以它有一种面条是这么吃的，拿这个拌面条吃，真的？炸酱面？哎，真的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个打卤面，叫打卤面，就是打卤面。哎，我还喜欢这个，这就打卤的味道。这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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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不错。真的很不错，波波好帅，还有那波波好帅，还有那波波好帅，还有那个，谢谢谢谢，帅，这么帅。